近亲一，这我稍微故意有点歪哈，不要让它看起来两根柱子长得都一样哈。有时候我们在写竖画的时候，会觉得哎呀，两个竖画写得这么平行，又不是画铁轨，哦，都会主张稍微有点倾斜状，像这个也可以往这边倾斜再过来。哦，字其实是可以跌宕，但是不用做太多，以后人家会觉得你做作。偶尔还好，就是做到一眼，没注意到，认真看才会看得到，那比较好。不要一眼就看到，哦，那个字东倒西歪，东倒西歪，一看就是做作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写字就是这一点麻烦。上面都没有，到这里都没有，感觉都没有重。这里又刻意写密，当我刻意写密的时候，就是想表现那种比较浑厚的味道。配上一个轻的，神，好像有写过，稍微改一下。神剩下的空间不用拉太长，根本没什么空间的感觉。有时候拉长哦，这真的要考虑空间了，不要拉得很高兴，然后等一下发现空间不够了。手真挚吗？真的有写过哈，绕得很可爱，绕下来绕得很大，然后这三个写得很宽，我就拉得开了，再过来一点。其实我会觉得有点怪，没关系啦，反正再怎么怪也比我们好。字嘛，字古代都是下面长哦，下面上面短，下面长。现在是倒过来哦。不过两个都可以的哈，倒没有说一定要写成一样啊。蛮，绕圈圈。这写的，哎，写的圆，然后有时候我就故意说写个圆，然后故意写个方，这个写的方停，方停，方停。写字没有规定怎么写，就是你写出来让人家觉得好看就是好哦，没有所谓的什么标准的公式，好看就是好，不太强调你怎么写出来。如物易移啊，易写小，因为空间好像不足了。左边伸长，这里可以拉长了。他们点都很喜欢穿出去啊，这穿出去蛮好看。坚持，坚持，写的重一点。坚持，呀，坚持。超有很多写法，挑一个你熟的就好。好，继续清吧。
上面那个清，这个继续清下去，绝。向中间，绝字，字我想写重一点了，增加它的分量，但是没有写的很大，写小，明。